那这个房子是离纽约多远呀？开车的话？开车的话大概一个半小时。一个半小时。OK， 来，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吧。说一下价钱吧，这个是怎么个租法，是多少钱呀？如果只是租的话，是这边是小的是500块钱一天，对，然后那边大的那边的话800块钱一天，对。那办婚礼呢，像做什么活动？办婚礼的话是按照拍多少人数，然后办成什么样，我们是给了一个整个排程，对，包括像今天你们所看到的吃饭啊，然后玩啊，活动啊，这些我们都会给他包在一起，然后我去给他报一个价。像这样的婚礼，像这个规模的，今天这样规模的，今天这样规模的话，我们基本上成本价就是5万。5万。对，基本上要出往外做的话，差不多7万到8万。对，对，电话是6470131166。